你好，我叫艾莉，我是在克里尼克医院的妇产科医院工作的中国文化协调人员。在你们在这个医院看医生的时候，我们会帮助你们解决语言方面的问题。在住院之后，我们会到你们的病房里去帮助你们解决在照顾小孩还有妇女卫生保健方面所遇到的问题。然后在你们出院之后，我们会和一群中国妇女坐在一起来谈论关于你们融入西班牙社会的一些问题。希望你们能支持我们，谢谢。